哎，阿杰 ，Albert 他们在前面，然后我们今天的干爹就是从时代广场过来，这栋大三元酒家。哇，这是我们这次用餐的房间，噔噔。接下来会有我们三个吃货，跟一个吃汉，吃汉，是不是 ？OK， 接下来会有一支非常详细的实际哦，实际介绍。OK，Go、okay.。哦，第一道五福临门，整个受不了，真的没有看过前菜上来跟五道便当一样，五道吓死人哦，真的高菜，你知道吗？人家的小菜毛豆，这边的小菜五道，还有牛肉，牛肉是这样，牛肉五福临门，你觉得怎么样？什么全部打开口水这样棒出来的这种感觉，酱爆牛肉棒。看这个豆腐，白玉称作是白玉 ，OK。挑战日本的炸豆腐，来看看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皮是有点不一样？因为我刚偷吃的。它味道是那种，就是你越咬会越出来那种。对对对对对对，好特别、啊。至于偷吃的我呢，我只能介绍最后一个凉瓜。吃看看。哎，怎样？情人果。情人果，这是情人果，这是情人果，听起来就是情人果的味道。他开玩笑用五种味道直接把我们的味觉直接打醒，整个打他们，直接打到，下一道菜。大菜呢一定要有猪肉，因为要有皮面嘛。看到他们的脚胶就知道有多小只。因为卤猪猪很小只嘛，其实吃卤猪不是吃它的什么肉啊那些东西，其实就是吃它的皮，把卤猪皮烤出来是非常重要的。哦，它有三种口感，一个是外面脆皮脆的，后面有层皮，然后中间有一层油，最后一层是肉，三个愿望，一次满足。哎，好，下一道。是第三道菜的，第三道菜，这个龙马精神，为什么是龙马精神呢？马在哪里？天啊，这摆起来好像一个海马一样。哦，我原本以为是精神的部分，因为这个东西吃了之后可能保冰，精神好，精神好，一个扎实的断面。这个龙虾的口感，我们一般都只吃过那种小只的虾子嘛，对不对？这个是龙虾，特别的壮。一般虾你感觉只是 Q 弹，这还多了一种有去健身房的，有去健身房的虾子的感觉，它在你嘴巴里面打拳击那种感觉。不得了，不得了！我们刚吃完了龙马精神之后，整个有精神。直接老板不要过来。老板，你的老板，哇，天哪、啊！老板跟我共同来这，老板坐。我想要请问，就是跟这个一起出来的意思，应该是这个料理不得了。对，这个是以粤菜来说是一个很出名的、很有名的一道菜。不要看它这样啊，是非常难做得好的，看上去很简单，其实它的工序很多的。所有的精华呢，都在这汤里面。哦。放下去再跟汤一起吃，就很有味道哦。所以这个鱼翅是要配这个汤，是没错的。哦，粤菜来说，这个是常见的菜，说明对客人的重视，而且这一顿饭呢，就是相对来说是一个高级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试吃吧。有点挤啊，不好意思，因为这道菜真的好好介绍，这个老板一定会看，对，这个一定会看，我真的要把它好好的喝完，喝好喝满。你说这道菜多少钱？这一道他刚刚好像说六七千块，是港币吗？六七千块港币的，等一下要是三万多块台币吗？三万，我们一碗三万。
不是啊，一碗真正的刚那个哦。你把我们卷进了怎么样的漩涡啊？哎呦，我靠！不是吧？没有装吧？没有装吧？真的没有办法装。等一下，这个很浓啊，这真的很浓哎！我本来以为会有一种肉味，结果没有，反而是很鲜的味道。就是所有浓缩都精华的味道，是海底鸡精的感觉，不是？就跟女孩子怀孕喝那个低鸡精一样，浓缩它的精华出来，然后把多余的油脂全部去掉，剩下的那个东西就是这种感觉，所有味道都在里面。嗯，直接给大家看。刚来讲，这个味道，哇，这个哇，哇，疯掉了，虾的，好夸张哦，味道很重。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味道非常重的。来来来，单吃的话它是偏咸的东西。没错，我觉得刚才加一点进去之后，有一种提味的感觉。嗯，你们吃鱼翅怎么样？我已经吃了鱼翅了，可是我是不知不觉这样吃，对不对？因为很嫩很滑，真的是滑进去的。嗯，是一块，然后直接，哦，真的是滑进去的。没跟你开黄腔，真的就滑进去了。米娜桑，鱼翅啊，是啊，这个哇，加起来，讲到鱼翅，你以为一条一条的？没有，我跟你说，是一次一次的，一块一块的，是什么高丽菜哦？是不就是鱼翅哦？可以了吧，老板？老板，快猜猜看，这道名字叫什么？名字叫什么？精力旺盛，精力旺盛，不错不错，取得不错，我觉得是极品黑鲍鱼。你多一个字，你多一个字，那我觉得这叫包换包包包包换包包包罗万有哦。这个鲍鱼呢，要慢慢扣和这个海参呢一起扣，扣了就有味道一些，那就会好吃一些哦。有点颗粒，有点害羞。对呀，其实台湾吃的海参很多都是那种，你吃下去是咬一下，然后就整个。直接断掉了，它不像这种是像皮一样是有点化开的，在透过你的牙齿、舌尖这边那样可以化开来，感觉你每一寸肌肤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海参。再介绍我们认识的，我们最熟的鲍鱼。你们为什么很熟？噔噔，你们知道这么厚实的鲍鱼？我也算看过不少鲍鱼，但这么厚的第一次啊！吃过那么多的鲍鱼，这么好吃也是第一次、啊。我现在目前知道我最喜欢的一道，它有一点像干贝，对，有一点像干贝，干贝的鲜味，嗯，它有跟干贝大干贝的东西吗？是吗？也是贝类，是吗？不错，没念书一群，进下一道。这是什么鱼呢？这个叫海老虎，这个是海鱼来的。真正的海鱼，这里是红色，这里是金黄色的，对面也是红色的。如果不是这些颜色的话，那些呢就是自己淡水鱼哦，是养的一些。这道菜是年年有余，然后自己本身很喜欢吃，现在已经在分了，非常期待。假胯麻呀。有时候好吃的定义会觉得就是只是嫩，嫩你就觉得很棒，嫩，扎实加嫩，你们有办法想象吗？扎实加嫩是什么概念？有点矛盾，可是是那种感觉。应该是我觉得那个感觉是放进去的时候是嫩的，但咬起来如此扎实。就好像一个青春漂亮的女高中生，可是她是摔跤选手，大概是这种感觉。我形容得很好啊，真的就是女子高中生，但是摔跤。听得懂。对。用心有运动的女子高中生的味道啦。嗯 ，OK。但是摔跤，我要强调摔跤，我强调摔跤。坚持嘛，对不对？坚持。摔跤。这个也有好呦，当红炸子很厉害的名字吗？乔吉鲍斯，哇，金鸡鲍斯，真的是薄了，又薄了，又薄了。通常呢都是炸子鸡，炸子鸡，炸子鸡，炸的好像金鸡一样，叫金鸡鲍斯。这是炸，炸的炸子鸡。哦，好，马上来试试看看。当红炸子鸡，刚刚我们看到炸鸡，不是炸鸡，是炸子鸡，炸子鸡，真的。它怎么可能炸得跟烤鸭一样？你有先看，就是里面油已经滴到盘子上面了。它整个夹进去有那个鸡的灵魂直接冲进来。
好好吃，很猛哎，这个太好吃了哎，它那个肉超嫩的，嗯，然后嫩皮，嫩皮真的是有点就是脆皮，烤鸭那种很脆很脆皮，但因为烤鸭的皮可能比这个皮还再厚一点，比较实一点。它皮薄的跟纸一样，一不小心会被割伤的那种，超薄。这个真的在台湾，我真的没有吃过。没有吃过，本来是薄的，可是这个要开胃，直接开胃，我们就用鸡叫声当专场，直接下档。这道菜非常特别，介绍。顺便跟大家讲我的特殊癖好，因为我非常喜欢花野菜。真的，看我的发型就知道。哎、欸，他把他用的那么平，其实还蛮困难的哎。对啊，好厉害哦！真的园丁修剪过。对，真的真的，园丁在这里，咱们的园丁只有修剪过这个花椰菜。园丁菜的颜色是绿色的，绿色是代表什么？代表长青嘛，青春常驻。哇、哦！这个汤呢是鱼汤来的，好厉害！好买。青菜之外，它的汤底是鱼。而且大家有发现吗？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是大吃大鱼大肉，现在有个青菜。对，现在是大菜大小鱼。什么？大鱼大肉大。就是平衡一下，综合一下的概念。哇，这个汤感觉很鲜哦，香不错哦。镜头前是不是都闻到？好、嗯哦，看到这边应该羡慕死了哦，很想吃哦。我以为鱼汤会直接把菜味盖掉，没有没有。我以前吃青菜都没有在想过青菜是什么味道，但我知道这道菜。我也知道青菜什么味道。吃完这个菜之后，你就会感觉，如果你是在当兵的，学弟进来，你骂他菜，你会觉得好像在称赞他。你要把菜味的那个等级变成称赞了，直接称赞这个菜味有够重的那个。你很菜。这个真的很菜，超菜。叫五谷丰收哦，五谷丰收，五谷丰收哦，米饭。可是仔细看它这个炒饭里，它有一些感觉上面有一些料，不是这么简单的。这个是调味的秘方啊，秘方又是秘方来着。这个是秘方，但是我们跟板的概念有点像，因为你吃到板的最后会放油饭嘛，就是怕客人吃不饱。最后他们来了个炒饭，这个。真的很饱，就是长米，因为长米会水分比较少一点，所以它吃起来会比较有弹性。它吃起来感觉有点像介于炒饭跟比较有点酱汁的那种饭炒在一起的感觉，但是它又同时就做到炒饭每一粒都可以分开，但是它每一粒饭粒上面都包了味道秘方的酱料在，说得好，每一粒饭上面都有，说得好，做了一口家具，嗯，这个就叫粒粒家具。喂。千层糕、马蹄糕以及甜汤哦，木瓜炖银耳，银耳对身体很好。银耳就是台湾说白木耳，是万寿果，所以呢就叫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的一道菜，所以没有姜哦。哎，谬是秘方，不能说，不能说。就是来个甜汤，甜汤，还有秀秀。它其实是有点，我们冬天喝那种姜汤，淡淡的姜汤。哦，有人提示了，给提示卡喽。这个季节滋润皮肤的，皮肤的，有没有？刚喝第一口而已，整个如骨溜了起来。有男朋友在汤里面的感觉，啊，躺在这边有吗？整个在那边，卖女孩小火柴那种，啊，点燃火柴那种感觉啊。卖女孩的小火柴是什么啊？卖女孩，卖火柴，很可怕的火柴哎。千层派跟马来糕，它上面的黄色其实是。但我非常压抑是蛋黄，它其实很高端，因为它是一层一层，然后中间会加那个咸蛋黄那种馅料的。哦，对，就是咸蛋黄，我本以为会超甜的，结果没有，是神姜丁啊，神姜丁。今天真的要非常感谢大三元酒家的主厨杨师傅 ，OK， 大家如果来香港，大三元酒家一定要找对啊，找对位，找到师傅，找。找到我，我做是我入行差不多20年，哇，20年的精华，我们刚刚全都吃过了，真的，20年的功夫，我们刚刚真的尝过，非常厉害，我们会传达给台湾的朋友，请他们过来，一定要找那个大三元酒家，好，
今天的实际到这边结束。来，帮我阿姐，哎，等一下，明天是这个。哎，哦，不好意思，我们明天还是要来一样，我们要再度光临，要找这个师傅了吗？明天还是你吗？明天是。哎呦，明天见了，不是拜拜了，不是，是明天见。OK， 明天见，拜拜。我突击一下，因为我刚路过这个房间的门口，我突然发现他们茶餐厅的香港文化就是他们在吃饭之前都会打牌，但是我真的不开玩笑，因为背后就是餐厅，然后他们直接在这边打牌，有没有？餐厅打牌，其实香港文化呢，他们其实在吃饭之前有时间的话，他们会先打个牌，然后可能吃完之后还有余兴的话继续打，就是算是穿香港非常特别的文化，非常特别。OK， 就这样介绍一下，拜拜。